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尹月。今天正好没有事情，朋友带着他家的小姑娘呢，到我们家来玩。吃完午饭以后呢，我们就回到了家里面。然后，虽然今天的天气是36度的高温天气，但是花园却成了小姑娘的游乐场，一下子呢变身了辛勤的园丁，正好呢帮我解决了浇水的问题。看着他玩着开心，我们呢不禁呢想起来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浇完水以后呢，池塘边变成了他的游乐场。今天呢，在外面，捞了鱼，然后买了两条小金鱼呢，放到了我们家的池塘里面，一下子又解决了我的拖延症，让我的池塘呢变得有灵气。现在我的池塘里面终于有鱼了。